博弈論今日咧講呢個話題，就同我哋過去咧講財經啊、政治啊、世界局勢咧有好大分別。因為今日咧，我就喺度向大家宣布，喺我隔離嘅周顯先生、周顯大師將會咧喺今日11月1日嘅夜晚啊嚇，就會擔任呢個亞洲小姐嘅競選嘅評判。咁就佢唔係做亞洲小姐，佢做評判。咁啊，首先我都覺得好奇怪。周顯走去撈埋阿姐評判，咁啊，我唔係笑你噶嚇，我只不過係我真係覺得相當之有娛樂性。你自己講，我嗰個 YouTube channel 咧叫做亞洲電視，即係 Mr. Chow 個亞洲。Mr. Chow。咁咧，我嗰個所以我去做亞洲小姐評判咧，我亞洲電視嘅亞洲小姐評判咧，我個職銜就亞洲電視嘅行政總裁。你係我知道，但係你唔係人哋嗰個亞洲電視嘛？你講清楚啊，大佬。但係佢讀書唔覺噶嘛？哦，好啦。喂，不過咁嗱，首先我想講啊，你去做評判之前，第一，你自己有冇諗過你嘅審美眼光係點嘅咧？我諗人審美眼光都唔同噶啦。梗係啦，即係咧，有啲人中意現瘦還肥，所以其實都係為了大數嘅啫。咁佢哋咩叫做為了大數？買股票而家始終即係肥都有肥都有肥靚同肥醜嘅，瘦都有瘦靚同瘦醜嘅，咁即係有一個大約嘅。通常一個男人年紀大咗，就會比較中意肥少少嘅。係咩？係呢個同我哋嘅生理或者心理有咩關係咧？即係如果一個人見過好多女人之後咧，因為瘦係好睇啲嘅，但係咧當你肥嘅時候咧，你會發現即係可能係有肉地啊，你會覺得心即係有啲心靈上嘅滿足啊。咁樣之類咁樣，但係個個啲人都係咁講。不過我人老身不老，所以我中意瘦嘅。好咁啊，喂，不過咁喎嗱，今晚咧其實你做評判啦，你之前有冇睇過下啲佳麗咧？今年嗰個質素係點樣樣？我尋日特登睇佢彩排嘅，本來想逐個 interview 嘅，逐個 interview 點樣 interview？ 點知佢個彩排 overrun 咗，所以答唔到。但我請咗個特登防水俾請咗攝影師。咁點知啊？但係佢實在攝影師都過咗期，過咗期，咁所以即係即係 overrun 咗。咁所以就去唔到，咁佢再安排一次咯。係咁啊！你初步睇過，你覺得而家即係出嚟選美嗰啲女仔啦，佢哋通常係即係譬如學歷啊，或者好多都大學嗰啲條件係好多都大學畢業，即係基本上而家一定大學畢業啊、大專啊咁樣，唔同以前冇個大學畢業噶嘛，初初嘅時候。咁但係而家全部都大學畢業嘅，有啲成績好好，但係就當然亞洲小姐就一定有好多講國語啦，或者係講啲唔鹹唔淡嘅廣東話啦。咁冇乜所謂，冇乜所謂嘅。佢香港選區啊嘛，佢香港選區啊嘛，因為佢全世界仲有不同地方嘅選區，而家啲選區都未齊。即係你不停去邀約人哋去搞一啲選區噶嘛？咁我諗呢個搞成年嘅，全世界選區再有一個總決賽嘅，就係即係因為佢係揾可能外國一定有好多外國亞洲啊咁，全好多地方印度啊，唔知印度好似未傾掂嘅，即係好多個不同嘅選區夾埋嚟再選一個亞洲小姐嘅。你將人哋啲商業秘密冇商業秘密，佢講明噶嘛，佢講明個亞洲小姐總冠軍有100萬噶嘛。嗯。嚇，香港區冠軍就10萬，總冠軍就100萬。喂，不過咧嗱，其實講開亞洲小姐咧，有啲即係小道花邊新聞啦，就係咧之前咧，其實內地又有啲人想搞亞洲小姐啦，咁咧就攞個 title 啦，咁後屘就即係亦都大家有一啲嘅即係爭拗啊咁樣樣啦。咁而家咧，據你所知個情況係點樣樣？我唔知道，我冇理解過，因為佢係近來先問我嘅。咁但係好似有啲。好似就我所見到啲報道之後，好似有啲嗰邊外地亞洲小姐過咗過嚟香港嗰邊都繼續參加嘅，係啦，即係好似應該係做咗啲 compromise 嘅，因為有幾個我見到係內地嗰，即係話本來以為可以退，以為要退出㗎啦，嗯，以為要退出㗎啦，結果到老就都參加得翻，咁所以我認為係應該係解決咗。嗱，其實咧亞洲小姐咧，我覺得咧係好值得咧從一個商業管理嘅角度咧去睇呢一個嘅 project 嘅，因為點解咧？香港小姐咧，大家都覺得佢歷史悠久啦，搞得好成功啦。咁啊，亦都即係佢哋譬如有一啲嘅歷屆港姐又搞慧賢雅集啦，做好多慈善工作。不過嗱，不過如果你話從一個嘅商業運作嚟講咧，其實咧亞洲小姐嗰個嘅地域跨越性咧係絕對大過香港小姐。咁而且咧佢嗰個嘅生意眼咧嚇，喺唔同嘅老闆手上咧，即係唔同嘅亞洲電視嘅嗰個嘅即係持有人手上咧，有唔同嘅玩法嘅喎。
有啲咧就會即係揾好多唔同嘅賽區啦，甚至乎其實咧亞洲呢一個字眼咧，喺我印象中啦嚇，其實亞洲小姐咧係不局限於亞洲區嘅，曾經係有一啲咧即係好似啲華裔啊咁嗰啲，唔係啊，好似我印象中係咪？甚至乎有啲歐洲地方嘅佳麗都嚟選過噶嘛，俄羅斯啊嗰啲，我唔記得好清楚。俄羅斯如果你睇喺亞洲選區嘅話，都可能得嘅。都可能得嘅。我講你個商業個作用就好啊，因為佢應該賣咗俾一間上市公司嘅，間上市公司本來叫協豐協成之類嘅，協成協豐嘅，咁咧就係上市賣707，咁然之後咧佢咧而家連間公司咧都改咗名叫亞洲電視。707呢係公司想改名亞洲電視，咁而個老闆係抌咗好有心打10多億落去嘅，十幾億啦已經，但係市值得2億多，係咯，所以都幾大鑊嘅。但係問題就係你去到佢嗰棟嘢都好宏偉啊，做啲嘢出嚟都咩，咁啊剩翻一個節目，而家就亞洲小姐啦，就每年就搞呢個啦。最主要就係做呢個節目，其他嘅都唔係好知道佢做，所以你就問亞洲小姐呢樣嘢咧係幾咁有商業性。係啦，嗱個商業價值咧，我就唔懷疑啊，因為事實上咧，香港小姐咧，可能最初改名嗰時候，大家冇諗到，即係你又冇諗過話，即係選香港以外嘅地方嘅佳麗啦。咁亞洲小姐就今次就食正條水啦。不過另外一樣嘢咧，其實好奇怪，以前咧其實除咗亞洲小姐之外咧，其實仲會選一啲係咪即係亞洲先生啊？係咪？我有冇記錯？係，但係男人嗰個商業價值唔大。嗱，我又想咁講啊，點解我其實我套你一句，因為點解咧？你就冇睇呢一個嘅即係TVB 嗰個節目巡禮啦，因為咧啱啱TVB咧上個星期節目巡禮咧就話佢重新再搞香港先生，咁你又覺得呢一個又係咪一個即係好嘅商業決定啊？你做得好就係咯，但係因為咧嗱咁講啦，你如果有一對靚女，其實靚仔當然係好做咯，但係靚仔咧比較所需要嘅要求嗰、那個。可塑性冇咁高，即係話你嗱，你聽啲男明星、女明星都係嘅。男明星咧係紅嗰幾個啫，紅嗰幾個就大紅嘅，集中好集中嘅。女明星只要你新出嘅女仔靚女嘅，你一定有一陣紅嘅，好容易去捧第一陣嘅。女明星、男明星好難捧第一陣，但一陣紅咗，一陣上咗位，劉德華嗰啲就紅好多年。而好似劉德華紅咁多年嘅女明星係冇嘅。嗯。咁所以男仔咧嗰個你一定要中咗大獎，而家中咗大獎。在男明星嚟講，你主要都喺娛樂圈啊咁。而女仔其實因為佢好多商業價值嘅，佢本身，譬如話係你好多商業活動，有時會周時揾啲女仔個乜嘢好啲啦。剪彩嗰啲嘛。嚇？剪彩。剪彩啊，或者可能去第度度表演一下，即係可能。啲男女都有嘅喎，呢樣嘢我麻麻地認同啦。如果你嗰個人係無名無姓嘅話咧，就只係可以女仔，無名無姓唔可以男仔。哦。係啦，咁所以你好多商業活動其實可以有先例住嘅，譬如。譬如可能你同啲客食飯，約個唔係客人啦，即係你而家個廣告客户啊，或者可能我係同人哋傾緊一個好大嘅生意合作，咁你有兩個阿姐，有兩個阿姐擠喺度嘅話咧，你成個局面係唔同啊，嗰個成個氣勢係唔同嘅。譬如啦，即個氣場不同了，氣場不同，你擺兩個亞男嗰度就唔得啦。係啦，係啦，我有朋友唔係咁，即係如果你係但係因為始終而家都係男人多面嚟嘅世界，如果你揾個女人嘅，可能擺靚仔係得嘅。咁即係我有朋友約咗阿馬雲食飯，馬雲就話：咦，唔係喎，如果我哋就咁。三個男人去食飯，好老土嘅喎。喂，係咪即係唔理佢係咪咩啦？係咪都不如揾嘅有冇啲靚女啊？仲要有啲有質素嘅靚女喎。即係你唔能夠隨便喺街度執兩件噶嘛。你必須佢嗰個都係，喺大啤，你喺邊度做啊？我喺 iBand 度做嘅。哦，你喺邊度做噶？即係你唔可以話你喺邊度，我冇嘢做啊，冇特異啊，或者冇嘢做啊，喺街度啱中學畢業冇嘢做啊，或者我喺葵盛廣場度賣緊衫啊，唔得噶嘛，即係你同馬雲一齊，廣場你都識，即係之類啦，葵涌廣場係啊，之類葵芳廣場啫，咁 OK， 你唔可以咁啊嘛，咁你話呢個 iBand 嘅出嘅，你喺邊度做噶？你係喺啲大公司嘅，大公司又做 marketing 嘅，咁你係太古嘅。係啊，你成日你成日開人啲名，唔係咁你好開好嘅唔怕，開衰嘅就話怕啫，係咪先？你又啲咁你好啲嘛？你一嚟到亞洲小姐，咁你大家個心成個局面提升咗，嗰啲生意傾得好咗。政治正確，我唔係好認同你呢啲睇法嘅。我覺得三個男人食飯一樣都好開心嘅。咁啊，而且有陣時呢啲即係比較君子啲啊嘛，即係好似咧今屆選呢一個美國副總統啊 Mike Pence 都話咧，結婚之後未同過其他女士嘅。單獨吃飯的知不知道，所以不過咁啊嗱，而家冇單獨吃飯啦。
我知道。而家唔係單獨食飯咩？一堆人食飯啊嘛。好好好好，不過咁即係咧，我哋嘅節目咧最好的地方咧就係、是、咧。阿周顯有佢嘅有料爆之餘咧，我都可以咧，久唔久咧，即係做一下啲即係呢啲叫做咩咧？悶打羅定咩啊？定慢打羅啊？慢打羅嘅角色啊，咁同埋咧就平衡一下啦，因為咧有陣時我都唔想咧咁容易咧嚇、落入一啲俾人哋嗰啲所謂嘅一啲左翼思想啊，啲腐權分子咧，到時一寫上嚟投訴你就唔好。我尊重女性嘅。嚇！呢一個毫無疑問係因為尊重女性嘅表現嚟嘅，即係證明佢哋嘅價值係高過男人。哦，咁好啦，咁啊，今日阿周顯解釋咗佢嘅睇法啦。好，我哋下次再傾過。